那是我的一万分。你没有用暗黑死神哦。有。这个。好。这存吧。你说。这存。还没有装好。开始转一转，挪动三头拳，攻击暗黑死神。好，这次两个都采取迂回攻击。哦，打得非常非常激烈。开始转一转，看来这次波动三头拳两个都是打持久战，迂回攻击。哦，攻击你，哇，非常漂亮的后旋转攻击，到底谁能撑到最后？是啊。两个平手，啊，两个平手啦！怎么可恶？怎么可恶？再来一次延长赛，看我的波动三头拳攻击你的臂臂死神。不，这是暗黑死神要攻击你的。五、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！哇，这一次打出了非常强烈的一局。哦，看来他们两个都还在观察对方的骑士。哦，悄悄轻轻的敲了，哼，波动三头拳利用一个回马枪攻击，立即躲到了旁边，又躲过了暗黑死神的攻击。哦，锵锵锵，好，看来这是波动三头拳获胜。耶！打败吴新义了，我是全国冠军。巧克力啊！为什么给我一个那个脚臭脚？